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。善良是智力的最高形式，这也是研究所说的。完全意识到的人的关键指标之一是善良。韦恩·提斯戴尔，你不必是天才或开明的人，也能明白善良是必不可少的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。你可能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，都直觉到这一点。哈佛对幸福的75年研究提供了这个简单的事实，我们关系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幸福和终身幸福。换句话说，一句善词是长寿和幸福生活的载体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